辛劳病者补脾气以益之，脾亡则感于心矣，人逆下气则手太阳不长，而心气内动，顺之则生，逆之则死，顺之则治，逆之则乱，反顺位逆势为官格，病则生矣。治心劳热，口味生疮，大便苦难，闭塞不通，心满痛，小肠热，大黄泻热汤方。大黄则泻黄芩之子仁芒硝各三两，桂心二两，石膏八两，甘草一两，通草二两，大枣二十枚。又食味举，以水九升，先以水一升别自大黄一粟，以余八升水煮诸药，取二升五合，去子下大黄煮两沸，去子下芒硝令阳，分三副，脉急。第四，论一手方，一手九法，二手论曰：凡脉急者，主心也，心因脉，脉与心合，心有病从脉起。又曰：以下遇病为脉闭，脉闭不已，复感于邪，内寒于心，则食饮不为肌肤，何况血色白不适，其脉空虚，口唇见赤色。凡脉气衰，血交法堕，以下丙丁日的之余伤风，损脉为心风，心风之状多汗恶风。